电视台，现在要为你播出《戏说台湾》。感情的世界，无情风雨来，吹乱夜都市的招牌。百般的无奈，心酸谁人知？只有烧酒会当了解。你到搞，欢迎亚新村。除了年寿，台湾另外个顶多团税跟你这有关系。关键是一排油灯，古早用灯啊做油灯，后面有狗啊，没有亲有狗，人称灯狗。听讲灯狗对台湾人无个这排真不满，上过天庭，一玉帝都下令二九暝台湾灯。台湾人烦恼，佮将厝的性命送去天庭求情，玉帝再收回性命。因为风雨化解亚新村。所以正人就互相恭喜来庆贺。你那乡外面也新正，说大家讲二九梅，这是安怎丢？原来是二九梅无烧灯搞，伊说新正来作乱，合家团圆二九梅，做伙来看你那乡外抢新年，八千报喜庆团圆。细说台湾上趣味精灵专员告辞，甲观众朋友欢乐车坐四股会，金鸡独立亚新村，这是我今日的细说台湾八千报喜。今日是二九，家家户户团圆迎新年，下冬尾嘛是大出戏啊！不过大家家拜下拜，煞多多将一半忘记啊！迄个是古早人咧用的油灯，油灯后边有一个狗啊，敢那狗咧，所以红叫做灯狗。大家相信灯狗吸收几年油灯的精气，会生妖作乱，那无个拜，过第二九即间个烧掉，灯狗新年敢真正作乱？传开真澎湃的。奇怪，我是什么时阵把油灯摕落来啊？我也是来把油灯烧烧好啊。就要过年啊！今仔日吼是上尾一天，我吼一定爱把这个灯搞烧好掉。什么呀？我替你辛辛苦苦占顶几年呢，现在烦恼太无道义了。我若无算账，我就是空的。哎，赖浩、赖春，阿母，什么代志？阿玲刚把电脑开走。无啊，阮头拄仔写辛苦，这敢有可能？来，洪来春，进来帮阿母伫外口倒找一下，啊，我来去内底找。嘻嘻，好。有人偷跑我的车窗，这就无人啊！哪呢？咱紧找看卖，好啊！嘿，来春，你看，这母生金鸡卵呢？算给你头发，你莫冤枉我。
我是来交接新年的太岁新君啦，我是神仙哦，你看哦，新年新太岁新君就是你，第七步速速来降临。笑死！哎，你嘛足高怪，这顶帽啊吼，都是代表我新接的太岁星君的证明啦。阴暗主事哦，我若甲戴起头壳顶吼，这新年就自然的来。假使我若无甲戴起呢，新年就未来啊。新年就未来，难道我准备赚钱两把？我明仔载会未当神跑啊？对哦，把那个心魔倒退过来，我换个人啊，永远都免过你啊。滚！哦，哎呀，这位少年呀，你那生得这样样缘投？因为你是老鬼啊，哪有缘投？就阿姨老哥哥。民工是妖魂。哎，什么老哥哥啊？来讲话。就是咩？以后这个叫定道。你讲话我介听。哎，唔知吼，这位先生，你会当吼替我签一下名，和我留一人做记啊？无问题。好，你是不是电狗？阿母讲电狗无烧掉，电狗就会变做正。哎呦，迄不是啥物尾溜啦，迄是我这支吼的影啦。这是讲咩？来来来，这家替你。哦，这这这。哎，你别出来，干嘛行我？我的就是我的，你的。阿是我的，我到手的物件，哪有可能行你啊？来，哎呦，无爱用我。刘家新官，你今个第三波用来啦，我想要怪你啊！好啦好啦，你卖吵啦，看我那休息。你看你鸡毛那个龟头啊，你嘛小扣扣的。鸡毛，那有？嘿嘿，你啊，休。哈哈哈！哎，我想喊，哦，原来你无这支鸡蛋，你哦就变鸡了，哈哈哈！真乖啊，来去来去啊，甲变下来。你莫去我抓着，你让我抓着哦，我把你剁给你死。天狗，今个弟兄没用啦。想要捉我，捉袂着，捉袂着。哇，未来要怪村啦，我跟你打底。唔好啊，我是时间崩空。爸爸，杨兰，我来怪你。我未来要怪村啦，我跟你打底。来去啊！再见，再见。哎呀，哎，阿英的囡仔在阿公那会堆进去啦！阿兄，这是啥物所在？我嘛唔知。来顺，你看，这阁有足侪面粿呢，咱来办个会啊，好无？好啊。有人来，咱来带迄件。好啊。啥味啊？有人吃。我是。
装啊，那是啥？你我知，你这叫做吼，烦人的囡仔，对吧？啊你，阿叔唔免装哦。恁是不是要去迄啥物火锅吧？对吧？行，阿叔，这支是我寄来的，对不？我来寄这支哦。我的山寨牌昊天狗，都变成昊天犬了。你有买你无？你会买你会使一个号码无？虽然讲我是山寨版昊天狗，不过人这背溜是真的是要叫你啦！你要骗我三岁囡仔，我已经后悔了嘞。好了，背溜叫你蒙住。是真的？啊，无你这头毛敢会是假假？讲做三家到白的走，来后甲来村五只妖怪穿，两兄妹啊，过拄着什么代志呢？妖怪穿看名就知影是妖怪汇集的砖头，老古锥昊天狗，今麦阁出现龟仙姑电光闪现的魔精了，也对伫后面的是蛤蟆拉一家亲的蛤蟆精。妖怪村内得当老热的，敢讲妖怪嘛拖年，要甲大家做伙来迎新年呢？蛤蟆精，啊你怎搞安尼？拢也无啥物改变啊？那也无改变，我今仔日就是跋啦，你无看我脚较细片？哦，你今日有准甲无准，那有啥物差别啦？大事大条，大事大条啦！我今仔日吼是咧办 party 呢，嘛爱穿像我安尼遮水着。哇，好个！输啊输啊输啊！妖怪若是去碰到伊哦，迄规身躯的毛拢会咱了了呢。我电毛车，拜托你，莫会爬出来啦，紧嘞！好，别紧，别紧。我有在，我有在看哦，我给吃了去。Go！ 你是不是凡间的人？不是啦。我有那个狗尾影，有啊。原来你是狗仔哦。若讲我家己哦，是一个小小的丁狗，因啊一定会甲我欺负的。过去甲我家己哦，讲甲大尾，我是啊。好。天上地下，都给布置，齐天大圣！哦，齐天大圣！林青霞，齐天大圣只不过甲天平悬，啊，那是我比天也更加悬，所以我呢就叫做土天大圣。哦，听起来敢那足笑着的哦。啊，是讲你是安那走对阮火锅内底啊？对啊，你是讲哦，明仔载过年啊？啊，我想哦，大家拢惊怕声，啊，想来煮一下火锅咧，啊，我食一下火锅，我就好好来困。嗯，嘿，啊，你若想用落去阮的火锅内底啊？我才听你讲，恁惊跑啊啥？嗯，正拄啊！我头壳一震，你醒无？只要你我心想，这凡间就无新年，所以就无跑啊啥咯。英雄！
对哦。好歹，你拄则毋是有代志要讲？哦，我收着。我为着要参加这火锅趴哦，我去第一支练机啊，结果叫我拄着两个犯人囡仔。啊！这囡仔哪有可能才来咱妖怪村？应该是有人带才对哦。不是你，别老可怜啦！我嘛是妖怪啊，我怎么能好把事用个？我想错了，我真有个电个会追我，忘掉。准备的，你以后就在他们家喝花休困。多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大王，我今仔日虽然头一遍看到你，但过我的心中，唔知为虾米，安尼蹦蹦蹦蹦蹦，这个蹦蹦，安尼跳袂煞呢，唔是你蹦看麦？无啦，别别。Man。喂。我跟你讲，这人的心脏哦，就是爱蹦蹦，那无安尼蹦哦，都袂喘气。哦，我人忝啊，你通出去啊。我哥，我想要跟你。哎，我忝，好，我休息，好，我休息，我休息，到这边啊。丁哥，我找你就过哎，真不随得你呀。人讲狗卖跋落手架嘞，丁哥唔会新年狗，奈何个来春，今日当将迪士尼娃娃个手等来迎接新年呢？是谁？丁哥，我找你就过哎，真不随得你呀。啊，真的没劲啊！那你快帮你！莫非一只狗公对着欢迎就是因两个？啊，今麦这两个囡仔你快帮紧！因若是叫人发现了，我是袂能解释。丁狗无狗，敢唔过真正唔是同一个人。但是伊的毛啊，佮之前毛啊同款，只要看到伊，就知影是咱的。我来陪讲，我唔是丁狗，谁讲鬼话？哼！伊呀，无白溜。你哪有一只毛啊？一顶毛啊，百货公司买的。但是啊，今嘛恁两个，这身躯有凡人的味啊，这闻起来，敢那真好食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所在叫做妖怪村，因上爱食的，就是囡仔的吧。想办法，干两个送回还债。遐妖怪讲哦，别放过伊，欢迎来妖怪村的人。万不然，这两个囡仔若是讲出去，讲伊是替我来的，但是啥？但是啊，个大条。好啦，两个卖个狗啊！我着较好心的啦，送恁当去还债。阿哥啊！恁若敢他妈胡白讲哦，我马上甲恁两个拆家了吧！大神，我要你来啊！
来信。就问咱这蛤蟆精哈。嗯。你是来从啥位啊？我来跟开讲啊，就是要给你关心一下啦。哦。你明仔恁恁姐姐，我替你倒一杯小茶，哈，等我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哪会使放你走去？但是恁爸，我是你。喂。哎呦！啊，我打屁啊啦！我赶紧去，我赶紧去。哎，啊，你想要去请，你先走噻。我不管了啦，你。俗语讲，公狗打就打，大王的胃都要被坐起滴滴，顶狗的这面膜都要红贴破。金鸡的胸部那是无多贵位，二狗没得无多贵啊，是你是变哪来呢？明仔工作时间正记得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八七报喜。一般所在关于过年的团岁是年兽，但是台湾还有一个顶多团岁，相传是丁狗对台湾人无甲这事真不满，伊就去甲玉帝斗，斗讲要台湾沉在海底。那玉皇大帝呢？听到丁狗安尼讲，认为讲台湾人拢安尼无情无义，伊就决定讲伫个除夕迄天暗时吼，要予台湾沉在海底。那台湾人知影这个代志了后呢，就伫个十二月二十迄天，把咱厝的所有福财神明拢送上天庭。到除夕这一天，咱吼把厝的所有家里的物件拢个提提出来，煮煮的，是咱即马讲的围炉啦。等到十二点，台湾竟然无停了呢，因为吼众神去甲玉皇大帝呢苦劝啦，到尾佫知影讲哦，这原来是丁狗拢咧乌白讲的。初一出门的时阵，大家看到对方拢会互相恭喜，也是为了庆祝台湾无沉落去，平安度过这个灾劫。头鬃的白，皮肤的料，爱你的心。最重要，你最重要。